你带得了。那天在三中，你一句话我就提高了那么多，你带我肯定行，真的。 老罗，我最近碰到一个好苗子。啊？你那能有什么好苗子呀？瞧你说的，你把你那外文资料发给我吧。可我没时间给你翻译啊。不麻烦你翻译，你发给我，看不懂的我自己查。以前塞你，你都不看，翻到背面画画文，不是你啊？我可是你亲生女儿，怎么问你要个训练材料，怎么还藏着掖着的？ 老罗，你现在太小气了啊！行行行，我不小气，放你邮箱，自己看可以啊，但别外传，我会加水印的。知道了。哎，你妈问你毕业以后的事儿，想清楚没有？她可是一门心思的想让你来学这。爸，那个我刚想起来，王主任找我有事儿，我先挂了啊。 明明以前挺受欢迎的，你现在就这样了。我只是个助教，不会带，也带不了。每个运动员。 都做着相同的梦，而我的梦已经做了10年，这一路充满了质疑和否定，需要面临无数的痛苦和抉择，而我。 从未有过片刻的动摇。每个运动员都做过相同的梦，在经历过日复一日的伤病、失败、不被理解、不被认可后，许多人的梦想都变得摇摇欲坠。内心的渴望。 远比外界的阻碍更加强烈。我一直在等待的那个人，他的身上一定有着一股力量。我一直想成为的那个人，能够跨越孤单，直面残酷，能永远第一个到达体育馆，最后一个离开。 能在无数次摔倒后，依然爬起来，坚定地奔跑。就像黑暗中冲破云层的太阳，拼尽全力也要向全世界证明，他拥有创造奇迹的能量。 罗教练，你在这儿干嘛？你专门在等我吗？你是不是犹豫了？我真的很不错，我入校之前我就可以差不多跳到2米，而且我的学习能力。我可以做你的教练，也可以安排你去田径队跟训。 这是我给你安排的训练计划，一个月之内跳过2米05，没得商量。你真的要做我的教练吗？计划很辛苦，你可能会哭，但你要真的哭了，我也不会可怜你。我保证。作为你的教练。
从今天开始，你必须无条件的相信我，做得到吗？做得到。不准对我有隐瞒、欺骗，任何背着我的小心思，做得到吗？说话。做得到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？现在。你娘怎么来了？阴魂不散啊你！没有，讲天吧。哦，你啊，是如雷贯耳、啊。他是我们调教队队长，一般调2-20都稳固。去年被国家队招去训练去了，后来训练成绩不行，又被退回来了。帅，下一个谁来？我来。选一个适合你自己的高度。刘山，你帮他调杆。好嘞，我就跳这个高度。哎，不是2米，直接上。不错，第一跳就过了2米，他是金幻学院的。刘山，你俩认识啊？啊，助跑3-4步还是不太稳，而且技术动作有点粗糙。刚才虽然过去了，但是只能说明运气好。最后3-4步的问题，罗教练也跟我说过，我会好好练的。去吧，谢谢教练。今天就到这儿，散了吧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么长时间没训练，一跳就过2米？谁告诉你我没训练？你不经管系的吗？你怎么训练？我偷偷摸摸干什么了？不告诉你。你还不稀的问呢。哎，那人谁啊？不告诉你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短跑队的吴教练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跟罗教练打上关系呢？你是不是偷偷摸摸出卖色相了？啊？我来。哦，这儿还行。哎，小罗，吴子，高教练。哎，段宇成成绩怎么样？这小子跳的还行，
但是这身高确实是个问题，所以说王主任的担心还是有道理啊。他现在还在长个儿呢，而且他非常有天赋，我半年前遇到他的时候他还只能跳1.95米呢。这么说你还是挺看好他呀。教练，教练好。教练好。就他，说不定我们队里就能出个霍尔姆呢。谁？霍尔姆？哎呀，哎，胡子，要是给你一身高1.99米的大个儿，你能再带出个博尔特来吗？你不能啊。校运会的时候再看看吧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算了。嗯，行，小伦，既然你这么说啊，到时候如果他真发挥的不错的话，我去跟王主任说，让他进校队。但是这身高，以后可能后劲儿不足，你们得想清楚啊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嗯。跳多少算发挥的不错？2.1米，2.2米。你跟他说说，跳多少算发挥好啊？去那边把那些垫子收了。选课呀，选课，你又没看训消息、啊？我训练的时候不看手机。那你得抓紧了啊！你再不选呀、啊，你这学期只能听古板老教授念经了。往上看，往上，往上，上上上，这个选满了吗？没有，没人选，什么开不起来，谁大夏天上天津课疯了？哎哎哎，我们来。我去，你疯了吧？还没大学吧？不行不行，我只上1门课了，电商经济课还1分钟开价。别呀、啊，400块钱的图书卡，一个月的午饭。哎，我怎么就什么好处都没有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还没选，我选电商经济，你来替我上，你陪我上田径课。成交。胡俊霞，随号2050130035，密码初始特别烦。睡个吧。我去，兄弟们，诗音给我发短信了。说什么？没啥。教练早。嗯，现在金融系流行练体育啊。老师，我是因为诗音来才来的。我是因为段宇成，他老说体育锻炼能增强身体素质。啊，我是因为没问你。本来这堂课是严教练来，但他临时被交换去江州学习了，所以由我来带。我叫罗娜。罗老师好。罗老师好。罗老师好。行了，都别赖着了，起来活动活动吧。老师，太热了，排排毒，出出汗。冬病夏治，听说过没？行了，集合吧。集合。哎，同学们，集合了，上课。走了。哎呦，站站站站。现在点名：孙杰平到，韩代到，苏晨宇到。段宇成，段宇成，看什么呢？
吴教练在意的时候，百米成绩多少？什么意思？没有，我就想问问。他的百米成绩，退役前最后一场，10秒27。10秒27，电机的。对啊。怎么看着不像啊？吴教练可是差点进国家队的人。行了，上课了。段宇成，你带着大家跑个1500米热个身。1000，跟我来。段成，哎，干嘛？怎么了？你还跑啊？没跑完呢。你都超我们2圈了，我们要被你搞死了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没注意。哎呦，不就10秒27吗？你也行。可我百米最好成绩才11秒3。11秒3？哎呦，不就差一秒吗？力平科特百米记录10秒6，到博尔特9秒58。你知道这一秒经历了多久吗？啊，97年。那照你这么说，你跟这个吴教练怎么也差个94、95年呢？都跑完了吧？跑完了，老师。跑完了。好。那我们正式开始上课了。啊！我以为下课了呢。快点，来吧。不行了。在百米项目里，起跑是非常重要的一环，尤其是对于后程偏弱势的亚洲选手来说，起跑尤其关键。现在全世界都在采用这种蹲踞式起跑。这种起跑动作缩短了重心移动的距离，惯用脚一侧是前置踏板，距离起跑器前端一般是一脚的距离，蹬地角度在60到80度之间，双手支撑距离要比肩略宽，预备口令后，提臀要高于双肩，重心前移，预备。哎，老段，你这个可太帅了啊！你这个绝对不亚于那些抱着吉他唱情歌的。你还能再俗点吗？段宇成，你教我吧。还有我。但我的专项是跳高，短跑可能不太专业。没事儿，你好好教就行。行。行了，距离下课时间还有10几分钟，我们分为2组，女生一组，男生一组。女孩交给你了，啊！好好辅导啊，段老师，别糊弄人家。来吧，男孩跟我来。好。下课了，回去吧。教练。你在这儿等我一下。干嘛？你别动，等我一下。教练，接着。抽风啊你！我们也挺有默契的。唉，代沟啊！年轻人的世界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了。
姐姐，你几岁？是教练。教练，你几岁？18。怎么了？眼睛好像进灰了。你别动它，你别揉。你过来坐会儿。别揉。坐。你要帮我弄吗？嗯。轻一点。我知道，会很轻的。别动啊！最好别动，闭上眼睛。我。教练，你过分了！天太热，帮你凉快凉快。我明天家训可以提前一个小时吗？喂，跟你说一声，老王回来了。什么时候？刚在食堂吃完饭，估计马上到办公室了。好嘞，去了啊。教练，那么晚来体育馆训练吗？不是训练，是考核。考核？现在吗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来吧。教练，那我跳多少？2米03。好。2米05。好。你刚刚助跑慢了一点，调整一下。好。喂，王志。主任，您可真勤劳，大晚上的还看摄像头呢。你别装了啊！你以为你这点小端倪我看不出来吗？啊，你不就知道我每次出差回来都要看，你才搞这么一出。王啊，你怎么不当演员去呀你啊？那你也看见了，怎么样啊？是不是还行？他都不是我体育学院的学生，行不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跟着队里
玩儿有兴趣行，干专业不行。私下训练都给我停了啊！再说了，你是正式教练吗？就带人训练。那他现在成绩不就我带出来的吗？你也说过，我虽然经验不足，但我能力还可以，我怎么就不能带运动员了？真会捡别人话往自己脸上贴金，自己论文选题都没想好。主任，您刚也看见了，他是有实力的，而且他这个成绩就算放进田径队，那也排得上前五。他就算跳上房顶去，不是田径队的人，他也参加不了比赛，懂吗？那就让他进田径队啊，高教练也很看好他，说他这次校运会只要能表现好，就让他进。田径队到底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啊？训练是高教练说了算。行，就算你看好他，但他确实有硬伤，你不可否认吗？你总不能拽着他长个吧？每个运动员都有自身缺陷，克服不了的就直接输在赛场下了。但我觉得他是能坚持上赛场的人，而且我客观分析过，他的自身缺陷是可以靠技术弥补的。怎么弥补？他的成绩就是两米出头，你看他让他跳过两米三去啊？您这话就有点不着调了。说谁不着调了？能跳过两米三还进什么田径队啊？行了，同意就算了，反正你一手遮天。那我走了。走吧。喂，跟训都停了，别什么人都往管理带。走吧。别难过了，不要再操心我的事儿了。其实这些事儿我都习惯了，真的。他不让我用体育馆，大不了我就去外面练呗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体育达标，他一定会让我进田径队的。相信我，我可以靠自己的。你等我，教练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觉得你说的不对，你都不让他上比赛，你怎么知道他不行？又在这犯倔是不是啊？两米一，校运会他跳过两米一，你就让他进田径队，让他上比赛。罗娜，你以为我这是菜市场买菜的讨价还价？两米一可是能排到队里前三名的成绩，您就说行还是不行？这行，那他也跳得出来才算。没问题，一言为定。王主任这松口松的也太突然了。我平时一直对他言听计从的，突然变脸，我估计他都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儿。你是第一次跟他较劲吗？
因为我。这都不重要。重要。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反正他都松口了，也不可能说话不算话吧。两米一。校运会。我一定会跳过两米一。失眠了。失眠那是被动性的，我这是主动作的，怪不得人家。不是马上校运会了吗？这两天陪那小子练得有点狠，完事儿还得想论文选题交给老王。那正好，我定了4号去阳明山，就放松放松。不去，累。就随便玩两天。要是实在不爱动。就在酒店补补觉。别想了，酒店我都订好了，票挺贵的，退不了。嗯，好，我们这节课就到这儿，下课。教练。嗯。他们说你要出去玩。啊，对。你去哪儿？华山，圆明山吗？嗯，不过我4号才走。如果这几天你有什么事儿，都可以来找我。哎，教练，巧了，我有一帮同学，他们也打算去圆明山玩，而且说为了避开人流高峰期，也选了4号。我已经第一个报名了。这种集体活动，你还挺积极。你之前不是组织说要全明山吗？我报名，我们几点出发？你不是说要去训练，没空去吗？我现在有空了，带我一个吧。可我们就租了一辆商务车，可能坐不下了。假设你一个人就得占两个人的位子。没事，我坐他腿上就行。实在不行就，换辆大巴，我来租就行，行吗？那行吧，算你报名及时，加你一个。谢了，谢了啊！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就是大直男，反应慢，说不定这次他就开窍了。哎，你说，我新买的那两支口红，涂哪个好看？师傅，钱我微信转您啊。好嘞，回程需要再打给我。好嘞，好嘞。在学校待着多好，非得来这儿遭罪。不就是来体验的吗？啊，拍着。哎呀，别拍了。哼，你看。丑死了！赶紧爬啊，爬完回去睡觉。喂。教练，到了吗？到了，刚到门口。没看见你啊。你在北门还是南门？南门吧，应该是。怪不得我在北门呢，那我去找你啊。哎，别，不爬山吗？那山你见吧。啊，你不跟我一块爬？先不说了啊，我爬了。哎，别，你不要爬山吗？我们比一比谁先爬到山顶。现在是10点，我在山顶上等你一起吃午饭。午饭？这山有2000多米呢，怎么着也得爬3个多小时吧？你们坐缆车啊？谁要坐缆车啊？1个半小时你做不到吗？1个半小时？嗯。你不是18岁吗？
山顶上见。什么情况？小崽子，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不会吧？你真要一个半小时爬到山顶吗？你什么时候有这闲心了？哎，行了啊，你往上爬，我先走一步了，酒店会合。雪发自拍，自恋。眼睫毛这么长的吗？我要出发了。我这边检票口人多，估计要排十几分钟，你不用急啊。那我也等一会儿再出发。还是太年轻。日出捕获倒影，影子踏过潮汐，海浪追赶足迹，大口呼吸。此刻想跟上你，阳光融化距离，脚步胡言乱语，别太贪心。风掠过纹下了秘密，藏不住你的气息，蒸发后一场大雨，恰好困在一起，便利店关满了冷气，氛围却还如雨滴，别总是拿着手机假装对我毫不在意。夏天对我的意义不仅是碳酸饮料和秋衣，清澈透明